号送准考证的，这有地儿放吗？你说名字你也不认识吧？不认识，干嘛呀？送准考证，他下午不是考试吗？您好，我这边是闪送，我现在到这学校了。然后呢，他不是不方便接电话吗？需要一个收件码，您看您那边有没有？0243，然后我就直接给他发短信，放在门卫这儿了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哎，0243，好，拜拜。啊，这不有名字？啊，拍个照片啊，然后我给他发个短信，他家人说他在上课，需要发短信，来给您吧，交给您了啊。哎，拜拜，谢谢。这家是吃什么的？骑手五折，感恩回馈敬香园。你好，骑手是五折吗？对的。吃什么都可以是吗？只有包子。啊，对，只有包子。我看看啊，饺子能吃吗？牛肉的饺子，那什么？肉的是吗？啊，可以啊。这是一笼有几个？还、啊、行，要一笼这个。啊，我直接拿着，啊、行，谢谢。然后呢，粥是给多少钱？随便喝。啊，粥是3块钱一份儿。行，再来一份粥。我看咱家贴那个告示了。对。刚好想吃饭，扣了啊。咱们把这个奶笼放在这儿，手机拿着，勺在这儿，这里。来，在这儿，我给您拿这儿。您自己拿，还有咸菜呢，拿咸菜。谢谢您啊，没事没事，拿咸菜，拿小碟儿，真不错呀。嘿嘿，我怎么才花5块钱呀，兄弟姐妹们，觉得呢？怎么才花5块钱呀？哦，他这个粥也给打折了。来，小饺子，虾仁的。粥好稠啊，这是什么养生南瓜粥，滋补驼汤，每种都尝一尝，这个好喝。您喝了，您爱喝稠的。没了，喝饱粥没了。来个汤吧，那俩太稠了。我头发完了，传电风扇上了，这谁救救我？哎，揪起来，揪起来，嗓子疼。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哪里安的不对？这怎么有点逛逛了吧？你好，咱在正餐的时候骑手买的话，能打包回家吗？能打包呀。啊，这个、打包，打包也能享折扣吧？这餐就包子打折。哦，只有包子，全天只有包子。嗯，行，谢谢，很好吃，谢谢。你好，闪送，就是你家到大成国际公寓的，那走了。你家骑手吃一个多少钱呀？骑手买的话多少钱呀？啊，也差不多。我看看他得多72。啊，行，谢谢。72吃不起。您好，闪送。好，您的尾号的外卖放这儿了啊。拜拜。是不是特别沉的？就这一个啊，手指塞体纸啊，那还行，我以为超级沉呢。谢谢，还行，三体纸还好拿，直接一个手就给提了，吓死我，就直接骑起来，看看，再转转他就骑下来，上吗？啊，不上吗？我不上，谢谢你。哦哦，行了，拜拜。谢谢啊，没事儿。您好，闪送，我是给您送物美超市手指的，他可能有点立不住，得稍微给他倒着放，那放门口吧。拜拜，送到和生汇店的。哎呀，1577，16斤，对，好，这就可以了。1577啊。好，拜拜。河间假小牌黄金级别的，听着真厉害，应该超贵。兄弟姐妹们，搂紧我，咱们出发喽！您好，闪送。啊，这儿的。给我吧，但我需要一个收件码，2583，就放这儿就行吗？行，拜拜，快跑呀，咱们来喝一杯，口口都渴，赶趟赶趟。
来一杯 QQ 都可奖励这么晚下班的我。看奶茶堆堆桶。